我还以为你们都能在这儿给我惊喜，我回来一个人也没有。不是，不是，不要胡说。老师。哎呀。啊。你干嘛？我要睡觉了。这么早？啊。吃饭了吗？没吃。今天谁也没有。那你看这么多人，那一天没有人，你给我晚上垫吧垫吧得了。嗯。行，看到谁了？放出来，一般都喝的人。嗯。东哥。嗯。就是我今天过生日。什么？我说我今天过生日。过什么？他们从没回来。你告诉他们。嗯。嗯，怎么怎么样？那不告诉我一声，你怎么不给你添了两天？你让我吃月饼。嗯。你让我吃月饼，我吃不了月饼。我还以为你们都能在这儿给我惊喜，我回来一个人也没有。不是，不是，不要胡说吧。你想吃什么？我要石榴。石榴。院里那小鸡没长大。嗯。把壳剁了。嗯。啊。嗯。好意思啊。不好意思。我给你剁。要不要吃月饼？嗯。啥？真吃啊？真吃。好意思呗？那好意思，龙哥，你最好了。别别别别，我给勺儿啊！我被诬陷是笑。老妹儿，你说你来院里时间也不短了，你怎么一人没交价吗？我也不知道呀，我觉得我也行呀，我也不差事儿啊。天天吃菜，你这一个大鹅，你咱俩吃，吃不了啊，这也。能、哦。啊，能、no, 饿了？嗯，我一点都没吃饭，我有些都晚回来吃。这就累了、哎，小孩又吃又笑。谢谢豆豆。哎呀，豆豆骗我，我以为、哎、我以为你们真都不回来了。龙哥，啥吃啊？谁都不回来呀？我跟龙哥在家吃月饼呢。吃月饼？什么时候？提前过冬至啊？那你龙哥对你挺好，还给你个月饼吃。后来我苦尽甘来就要那大鹅吃鹅肉。干嘛吃鹅肉？自己还是觉得自己苦尽甘来。咋了？我那鹅肉嘴瘪着呢。有人吃了，都回来了。哈哈哈哈哈！太巧了，住到屋里呗。啊，那好呀。房子吃啊？嗯。有人房子吃，房子花吃用啊？蛋糕呢？你偷偷一样不带了？你偷偷送你的蛋糕在这儿。嗯。一样不带辣的。还没有祝福你，还没有祝福你，还没有祝福你，要的还不少啊，还得做点。这边过程。那礼物的老了，没来。吹了多少学习题，一样没接着。行行行，哇，谢谢龙哥。还行，这边不是咱俩，我这边人多呀。我开心了，你给我夹个瘦的呗。我要吃这个，说好好说。来卤啊们，我先吃肉，我给你弄个卤。你赶紧吃那个鹅肉啊、哦、龙哥先给你炸的。嗯，本来我以为就我们俩吃，再来一块瘦。谢谢。啥，能一个劲儿都高兴了。
多吃的。啥呢？来，你吃这鹅肉。嗯。那不是因为你，这也不能上桌，这个。啊，这只鹅。白天的哈，没事晚上就下锅。你这鹅逃过了钱儿，没逃过小眼儿。没他们兄弟俩都一样，一切都是命运。啊，那饭都吃了，那碗蛋糕呢？哎，蛋糕。他知道了。你们还能过超市吃？你一天你这你一点也都不能落。哦，四耳提生活需要仪式感。嗯，那我们去给你准备了。嗯，别着急啊。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你买来。OK, 这里有惊喜，你别吃了。啊，你眼蒙上。拿出来。祝你生日快乐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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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许个愿吗？许愿。不是呀，不是呀，不是这个。快许愿。蜡烛，这还买油？许个愿，快许个愿！许个愿！不是，不要哭了，妈！就是这个，不是，许愿吧，许愿，许愿，先许愿，吹呀！许愿，许愿呢？许愿，许愿，许愿！双手合十，行，吹！祝涛哥岁岁，绝了！好，吹！好，吃蜡烛，切蛋糕，切蛋糕，切蛋糕，吃，吃，快吃，快吃，蘸点这个甜，巧克力酱，嗯，甜，这还真真的，快吃，吃，说了吗，小人你都胖，你胖这样还想吃蛋糕，不要脸。吃了馒头得了，对，大家为你好，怕你过当，坐坐坐，吃吧，坐下吃吧，快吃吃。完了，就是唱完了，蛋糕也吃完，咱吃饭吗？吃完吧。前两天吧，最多的话也不是。终于出。哎呀，大家祝小眼生日快乐啊！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，今天开心啊！啊。哎呀！哎呀！哈哈哈哈哈！来，小眼，小眼，小眼，就是这个，是这个吗？小眼，拿的是粉色的，粉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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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这年都没戴生日帽。好，这回来了，这回来了，这回来了，俺重来。再唱遍啊！再唱一遍啊！再来一遍。哎，祝你生日快乐！祝你生日快乐！祝你生。我给你拿，你坐，你坐。这把是。好。好。吃午饭，吃午饭，吃饭吗？你东西都有了，好了，这也不用担。来吃，吃来，吃来，吃吧，来来来来来来来，吃吃吃。放在饭里面，放在凳子里。完事了，来，咱走去呗。对对对。好，好，好了，好了，好。吃完咱们赶紧走啊！生日快乐啊！挺好，挺好。挺好。这两天，那他们最后一天，你当哥怎么还这样？玩儿，玩儿，哈哈哈哈哈！哥现实爱玩儿，错，这主意就你哥出的。嗯，妹，哥逗你玩儿，哥当面吗？吃一个，把哥坐，哥坐。